早晚，请带齐所有行李及物品落车，照顾好老人和小孩，小心抬阶。十分钟左右嘞，那我们上来接吧。啊，好。请靠安全带，请靠安全带，请靠安全带，请靠安全带。即兴嘅啫，请靠安全带。十分钟左右，冇啊，大家。啲人等咗几耐啫嘛？食完一两点几啊？安全带。冇预定去。我都冇谂过话会嚟，会坐呢架热车，坐呢架车过去。其实我想咁讲，我而家我要搬行李，搭边架 A 4落嚟麻烦。你又搬落嚟，跟住又要搬个行李大嚿啲，又话要落啲。坐呢架安全带啊！大家坐坐，呢份顶坐大坐。那个走路慢慢走，那边起我先。你妈不晓得你问的钱，你问的不？你妈，我这马上一会儿到了，你妈，你过去还要坐车到这边来也远，我这停车算了，算了。我最唔中意搭車，搭車過嚟。我最唔中意搭車，睇我搭車過。我去你。要我死嗎？你今日夠。要我死嗎？好。我冇趕過，我都係晚班啫喎。依家我早咗，一早九點出咗，然後即上堂嘅依家。港珠澳嗰度上車，一開車過去，好唔好先？翻啦。要。要。你饭吃哦，好。我哋呢啲啊，即係學咗就業餘咯，即係佢話，即係當啲唔係專業嗰啲長期做開師傅嗰啲咧。即係諗住如果有啊，慳慳嗰啲簡單輕騎嘢嗰啲最基本嗰啲玩下啫，諗住就。
这个给你开启好像好難的，即係就算我自己在練完之後，出去都不是每日咁嘅話，即係要上十隻歌班嘅喎。即係你私家車係，即係人哋車，但係個司機就打工嘅，佢唔想翻。咁樣，跟住佢就俾你，即係揾人想揾人定價咁樣意思，即係點樣好明？但係我哋自己公司都有夾車，使乜要揾張台夾車啊？我哋咁多夾車，我自己請人咪得咯。人一條都冇人講。咁你覺得依家呢個威魯呢個對我哋有咩影響？你覺得即係如果輸入咗嚟，你覺得點啊？
珠海嗰度翻嚟，咁嗰個董鵬嗰個大巴去到羅湖啦。今日唔知仲有冇飛？應該仲有嘅，應該仲有。之前唔知九廿幾蚊一張飛嘅啫，坐兩個幾鐘，兩個鐘頭。$88又唔使，$200落去都得，$3-4落去咁樣。
本身不想行烟花，行林，系一定要行烟花。我都有諗法，咁成日想。咁人哋多啲用呢條橋過啦，冇車，落嚟多少啦，賺多過你。呢啲係廣場不上噶，係啊，呢個都係啊。我想大橋啊，大城路上好似話仲要去車啊嘛。慢也不起碼都要七八十。
我哋後面架。佢照住翻件，死人車都出嚟，俾人鎖咗窗啊嘛，冇計，俾人鎖咗，俾人電住，鎖住車就鎖到我陣。我啲反而行到80多、100多啦，佢都有車。佢啲乜啲咁啲咁巴運運嗰啲卡咁旅遊巴改咗，冇問題。調曬佢翻嚟，調曬佢環東啊，環東啊。我查查佢身價咪光，大幾多出冇料都冇，啲係萬八開一張紙，依家想行咗差唔多挨到當九十，一百天嗰啲喺度，一百到行中間行當六十，一百天行中間嗰啲，似乎行中間行咗百。I can't help it.
啲餅窿人。
啦。都有单了。哦，这样子吧，你这做关系啊，搞中关系。你这听我说，不办了，说不要，就办了，不搞了。我这回去肯定提拔了。我怎样嘞？你那提拔了，终于提拔了，不搞了。啊，你可能这样搞就了。晓得啊。你又不打车不？我的车呢？打车呢？我都几年开车，不得公里来不？啊。Yeah.
有咯。嗯，俾你去咩？你有，你澳門獎金你解決，你將出到獎金區接俾你啊嘛。你英國獎金區先，港珠澳大橋獎金區接俾咗你之後，你就你可以申請埋澳門個澳門個叫咩證啊嘛，澳門嗰張證啊嘛。好啊，我最後先落車，一陣。